啊，谢谢徐弟兄给我们很好的示范。这个示范的意思就是说，我主怜悯，我在这里摸索这个圣言该怎么来把它成为一个为主说话供应基督给人的人。那么借着这个话。 这个做话呢，我们第一就是怎么来深入这些话，叫我们取得神的灵感。但是那个不叫灵感，就是亮光供应。因为亮光是重在神，他我们认识神，他为我们做了什么，他给我们什么，他成就了什么，这个是比较。 客观的一面来看他，原来说，比方说神爱世人，我们神爱世人就是神爱我们了。但是我们没有亮光的时候，你读神爱世人，你好像没有什么关系，好像没有味道。但如果神关照了，神爱世人，你说哎呀，这么大的神，我们这么卑微，这么。 污秽的，竟然他的心，他爱我，所以这个神的心的爱我，比我父母爱我更厉害，比我的爱人爱我更厉害。他愿意为我把一切都摆上，为着我的好处，你就感觉这个爱，哇，有味道了，真是叫你非常的喜乐，对不对？所以你一看到这个话语里所有的那个实际的。 他那个属灵的事，你一定是受感。你到看报纸，看报纸，它是世界上的事，你看到多半都有说，今后电费要涨价，你马上说，哦呦，这一涨价，我就每一个月我用多少电一算，哎呦，我本来这个钱就不大够了，那现在这怎么办呢？它就会影响你吧。 但是属灵的事啊，奇怪，你看的好像没有看的一样，所以也需要有亮光。所以我们这个属灵的事，神的话告诉我们这么宝贝，这么重要，我们读了完全天书嘛，完全搞不清楚。所以，深眼的人就是第一能摸着灵感，把这灵感传递给我们。你的宝贵就是这个东西宝贵。 那么有了这一个，他这个有了第一，他这个你读的，就像刚刚徐弟兄给我们看的，终于有一些的灵这个亮光供应，供应是说，他就是给我们一种的喂养，给我们一些的滋养。那么上一次，耶稣和弟兄还是什么，他们也提什么叫做喂养，什么叫做滋养呢？ 在我的领会，喂养是食物，食物啊，给你来吃，吃了饱了，给你叫你哦有力量。但是喂养里面，它有营养，有蛋白质，有淀粉，有糖分，有各种维他命，它这个东西啊，来供应那个滋养了你这个人。 所以是一样的东西，它的状况状态不一样，所以要是光是把给你这个什么什么草堆给你吃，你不是牛马，你没办法，你也可以吃饱啊，喂养，但是我不是吃这个东西，你就没有滋养了，你要同样的。 这个食物有的很有营养，有的能够正好补上你那个缺少那个东西，所以滋养是在那个食物里头。但是因为不同的食物，它的所滋养的成分也有不同，所滋养的那个分量、那个比例啊，很强或者很弱，也有不同。 等到你呢吃了精粹提炼的那个东西，多种维他命，哇，都复方的维他命 B， 那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很大的滋养，那个就变成你吃进去就是滋养了。
我们就是你要做新人啊，新人跟旧人不同的地方，就是旧人没有神在那里做的，所做的都是旧人。凡是没有神的成分，他自己也能做好事啊，也能发热心呐、啊，也可能这个敬拜真实的神，但是那个是宗教，他没有把神呢吃到里面做他的生命跟力量。所以新人的重要，他不光是这个这么多人团体变了一个人，他基本的就是他里头成了一个滋养了。供应的滋养到你的里面来，所以我们做生养的人要讲话，按道理来说都是能给人食物，因为这些材料就是食物，很好的食物。但是呢，可能你不大懂得里面那个滋养的部分，你能够生养，能够把这个东西讲出来，人家一听他是婴孩，他是不会这个咀嚼的，但是你这么一讲这儿，他这个里头哇，这个被激励起来了，得着供应了。所以亮光供应，这就是我们从主的话里这个第二个阶段啊进来所得的。第一个就是材料，这个我们在这个自我的评论表里面，我们还有第三个有材料，但是没有问题，你都凡是大家诚心都读过了，所以都是挑沟里，那没有问题。这个大家不需要什么，你一定是读这个。但是呢，戏曲里面这就有三个部分了。第一，你到底戏曲细读到。光读的道理有没有读懂，有没有明白里面的真理，这是第一。第二层呢，你有没有读出味道来了，读出亮光来了，读出供应来了，那个油，哇，这个第二那就必须用导读了。那导读啊，这个徐弟兄他早晨花很多时间，我知道他亲近主，他就先是来读，以后再细读什么。那么真正做的时候，个人的情形不太一样。有你倒过来读也可以，先来寻求有亮光供应，然后就先从第二段，这个次序都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个人情形不太一样，没有要求一定是，因为。你刚刚学的时候，他是从这个 ABC 开始，先 A 然后 B 然后 C。 你真正弟兄姊妹真正在这里，我想在座很多人也不太分了，就好像学游泳，你学员你教给人家学员一定分了很多阶段。第一，你不要怕在水里不要怕这个没有把水喝进去，你要操练这个捏着鼻子把头摆了这个水里面，第一步。第二步啊，你也许在练不要有手捏啊，就是这样往上下来。然后第三呢，你试试看头往底下低，低了奇怪，头又往底下低，这个人就浮起来了。人家你们学过游泳没有？然后再学这个脚像青蛙一样动怎么动。然后水啊怎么挖，水怎么自由式的一步一步。但是他真正游泳的能手，他哪里管着，他一下就什么都动起来了。他不一定照着这规矩，但是他教别人一个粗心的人，他学他就需要这么学。所以真正的游泳我们都到了一个地步，他找这个不需要那么严谨，一定次序是那个次序。我想很多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做属灵的度量有相当多的那个情形，我自己也感谢主，好像也蒙恩到一种情形。每一天早晨这个陈导以前在家里把这打了，主耶稣啊，主耶稣，慢慢读，一读啊，这个亮光都是开的，一读啊都觉得非常有感觉，就觉得很有享受。然后再更多的
一面寻求，一面默想，一面默想也就等于研读一样了，越来越清楚，越来越知道，哎，这个东西，是怎样，我怎样，我今天怎么样呢？就引用到自己身上了。当然，这一面上我们都是还是欠缺，要第三个就吃进去，把这个亮光成了我的亮光，叫我有份这个东西。你看到新人的宝贵里头有神，那我这一个人新人有没有神呢？这个集会的时候还感谢主，像这今天要我来讲，我一定哦，主耶稣啊，要亲近主，叫我的灵能够点化啊什么。但是你平常在家里做家事的时候，带孩子的时候，还是什么？在日常生活这里，你又说，到菜场去买菜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在灵里啊有神？越买，你这个神越多了，恐怕买了以后回来呀、跟人家讲价钱还吵架了，回来反而神变少了。我们的精力上的不够哈、那我们就需要这样操练嘛，所以这个。我就是把这个每一点呢，也是像徐弟兄一样，整个都稍微说一点，叫我们更了解每一个阶步骤啊，应该是怎么样的。那么，这个有了以后，到了第二块石头了，第一个是采取，第二是吸取，有了，我相信我们把神的话打开。我相信弟兄姊妹都能吸取到相当的东西，我相信我们今天每一位没有什么例外都能够达到这些，不难了。那么好，第三个选取，这个也不难，因为你得的实际上这个周易不只得的一个亮光供应是吧，不止嘛，那么这合起来有的时候这两三个，有的大大小小加起来不少，但是你一到主日要来讲做这个信一个声言的那个灵感就是亮光供应，亮光供应就是，但是我们就把它这样分了好了解清楚一点，你自己读的时候得着亮光供应，你把这个当作我主日啊要起来在那里释放出去的那个就是灵感了，一样的，真的其实是一样的。那要选这个灵感，有的你觉得你还不是太懂这个东西，我是有感动觉得很好，但是还是不是太懂，那么你礼拜天或者主日或者礼拜六你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讲，你已经不太懂，你当然讲的不够清楚，那既然这样你就慢慢的以后再讲嘛，你是不是你自己能很能够有掌握，所以亮光供应是很多，但是你有的你讲不清楚的，你就不必当作声言，不然这么一声言还是讲不清楚，那何必呢啊？那第二呢，你也许要讲清楚要花很多时间，但是你只有三分钟四分钟，才三分钟你还想多讲一下，叮当那个琴就起来要赶你下来了，你这个也没办法嘛，所以只好选那个简单的，能够用这个短时间能够讲得清楚的。那么同时有的人有的灵感你自己很受震撼，所以你就相信，你如果这个灵感在那里在主日或者礼拜六这个声演的时候，你讲出去啊，你就扣人心弦了，你因为这个东西你要看见了的话这不得了，这个你如果是那样的话，那个当然你就灵感，比方说我上个礼拜六如果我记得不错，就是说这个新人神创造的时候，旧人的神整个的永远的旨意就寄托到他身上，他要人来和他联调为一，结果他的宝座借着这个人呢、能够见他在地上，他要见他仇敌，见他要用脚
脚就是我们的身体，教会就是他的脚来讲，他要手拿着铁杖，要那个打破那些，那个背叛的人，打破这些瓦器，这个手就是教会里面的人，所以这个神对这个创造亚当的时候那个心情啊，就是系在这个经纶的这个能够成就啊，都系在这个亚当，但是他亚当不争气，上了当了，魔鬼也太狡猾，结果就到没办法了，所以神呢、就没办法。不合神的公义要求，所以神就第二步本来要把生命给他，结果他就不够资格了，所以就把守的道路了，发火焰的剑，这个四维转动的，这个人没办法，那怎么办呢？神只好了，我自己来做人，我自己来做人，拯救人，做他们的生命，做他们的人位，这就是这个新人。那这个旧人呢，那个时候彰显神还不过是在地上，彰显在人中间，彰显在猴子中间，彰显在老虎中间，但是现在啊，这个新人要彰显叫全宇宙，全宇宙连天使天君都要看见这个教会的荣耀，新人的荣耀，他也要治理整个宇宙，神的宝座达到什么地方，将来新人就是达到那个地方。那我们今天新蒙恩的人，蒙恩的人在新约里得救了，就是这个新人里面的那个一份子了。将来神就把这一个新人要带到那个地步，如果不地步，他我们失败不要紧，他如果不能失败，不能第三度再来造这个人呐、所以他必定要做成功了。那你我就是我们这一辈子，你看我们都特别，我们日间班都已经50岁以上了，差不多，我们的一辈子还希望发财升官了，做总统了，我想，或者做诺贝尔奖金呢，或者做是什么？台湾的首富了，这个郭先生那样了，我想都没有了。但是神给你的，就给你给我，有一个是神里面的，你能够做出来啊，让神做合作的时候，让神做出来。你看这个，我们做基督徒多有意义啊，多重要啊，多宝贝啊！啊，这个如果真是神给我们看见，真是扣人心弦呐、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你这个在这个选这个亮光供应的时候，你知道哇，这个我自己受过震撼，我如果讲这个东西非常的有感力的，我不知道我现在讲有没有感力。那你就选这个做感力的，最有感力的，你就选了来做你的伸言，那不是最好吗？所以这个是选取里面就根据这些东西，啊，你选一个，你，那么就选那个，然后啊，收取一些资料，那这个资料，我想我们把这个资料这些资料简化了，这里是说很多的东西哈，很多的东西列举在那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一些东西，也就差不多了，因为我们的时间也是有限，我们的力量也是有限。是什么呢？凡是你这个纲目里头，你发现那个纲目里头曾经圣言，无论大纲小纲，后面啊都有刮胡告诉我们一些经节，一些经文，这个经文就是他们的根据来说明有这个纲目里的意思。所以你把这个那个经文那你把它研究研究，你这个发表你这个认识啊就加强了很多。所以刮胡里面的那个东西，那就是这个收取，也不需要收取，它就在那里，你好好把那个拿出来看看。
还有呢，每一段就是你信息那里喂养的，就是信息里每一段它常常它就也是一个刮弧，告诉我们这是什么生命读经里面的是什么第几面第几篇说的啊，说是什么这一个里头新约的总论里面是什么东西都告诉我们，把那个东西有关系这一点的那里头，就是如果这样看一下，你就很好的一个加强，叫你的发表就丰富很多了，这就省了很多事。不然每一次你还要就是查 Google， 搞了一好哇，那个都是几百个，你要选这个东西，哪有这么多时间呢？所以这是简单的办法。第一，有这个刮胡里头经文里来支持那个干部的那个东西。很可以，来，他那里讲话就是等于一个讲解一样。第二，凡是里面那个知识的话里面，他引的他都有刮胡告诉我们这是什么书上引出来的，你就把那个好好读一读，你的声音就可以增加很多丰富了。因为我们的三分钟五分钟用不着讲的，少了那么多这个资料来嘛，所以这个有这样的情形。那么好，这个收取以后，现在就是来了解说了。解说，你有的东西你知道，这个声音有很多专有名词，我们都讲过了。专有名词，我们在主恢复里有主恢复的名词。一般基督教的基督徒也有他专门，我们现在说亮光更往前，所以专有名词这里很多，像新人，他这个新人，人家以为那不是这个结婚的时候新娘就是新人啦，新人来喽，这个不是新人，新人不是这个新人，也不是这个新娘这个蜜月的时候新人，或者是怎么。不是时间上的心，是性质上的心，你就知道这里面有一点讲究了。所以你在这里，你要这个名词专有的词汇，在那里，这个滋养这个喂养有什么不同？保养顾惜有什么不一样？像这些，你有一些知道啊，有一些在座的有一些粗细你不懂。你给他解释一下，所以你一定要把它搞得大家都能懂，都能懂。这个我前几天，我这个有一个听的，主责怪我这个听的也蛮高兴的，就是我不晓得听的对不对，张宏弟兄啊，他有几个孩子。有孩子，大孩子大概是幼稚园嘛，是什么？他这有个事情啊，说分开，要儿童分开了，但是他的大女儿是，他不肯走，他说我要听刘爷爷讲，有没有这样是啊？是有啊。我听了哟。我真很高兴啊，我那个讲的幼稚园都喜欢听，那不是很成功啊。这个是我们那个声音声的能够听的人能够了解，这个东西很容易，不要讲了以后讲的人家像风一样刮过去，他就说哎呦这个就好热闹，那你听到什么我也忘记了，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如果是这样，你这个生意就不成功嘛，是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定要带着解说。我讲一件事的时候，我心里就要体会，有的人不懂，我就加一些的解释，不知不觉在这讲的时候加一点解释，叫人家懂。所以这个专有的名词是很重要，因为我们中间的确有很多新的名词啊。那第二呢，属灵经历，属灵经历很多，都他这个里面讲的都是跟属灵经历有关系的，你也需要
有一些的事情，有一些话语，有一些比喻，像什么这个叫人家能够懂。那么这一些东西啊，你像我举个比方，对不起啊，因为我下礼拜这个来不进来吧，要去一下这个大陆啊什么，我今天下午就要去台北，那个明天一早就是去搭飞机到福州去了，到老家那边走一走，几天，下个礼拜三晚上就赶回来到花莲，下个礼拜三你还看到我其实已经撞到那边又撞回来了。那这个那么有弟兄就给我说，我不在的时候我特别对于这个区负责有这个要协助他们，特别在波比斯哥里面给那个一些的这个指导，到底这个怎么来配合加强这个我们区里面或者会所里面波比聚会。那我就交听一点我的感觉了，希望他也给我配答，他我说你尽量要这个要打一个感觉，就是我们这一帮区里面服侍的人，我们这个很要紧，很要紧，对那个聚会里提升了这个行政上东西是非常要紧的。我就说好像这一只船，那我们就鼓励弟兄姊妹，我们大家你们在各分区或者会所都好像鼓励大家做水手一样，划这个船，你也划，我也划，加强这个力量来往前。但是呢，屈服士啊，他是他就安排他在背后掌舵了。所以你客气也罢，不客气也罢，你觉得行也罢，不觉得行也罢，你所坐的那个位置啊，就是掌舵的。你看这个掌舵多重要，一个你不知道这个船要开哪里，你怎么转啊，怎么掌这个舵啊。第二，你不了解这个风向，不了解这个水流的方向，你怎么掌舵啊。啊，所以你在那里一种你的我不会掌，我不会，我不行，主怜悯，我不会，你坐在那里那个不行啊，你这只船人家在那里用力，他说我们这里训练了用力用力，但是他呢无所谓的，结果啊这个乱成一堆啊，这个船就在那个海里就打转了，就不知道转到哪里去了。或者你也很用力，你来掌一掌，方向掌错了，结果一直向右转，他一直掌着，结果船也是在那里在向右转。你看这个船，结果这个波饼聚会就是搞了不像样了。所以呀，有的时候你如果看到这一个，你就知道神给我们把我们摆在一个区里面服侍的弟兄那个地位上，或者会所一个地位上，或者是全教会的一个会所上。你谦卑也好，你骄傲也好，你如果不把那个份把它弄出来了，行政的东西是要紧的不得了啊，要紧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懂得啊，这个船该怎么开，你才能够来掌这个舵啊，那个能够方向，不然的话这个聚会就搞了乱七八糟了。你说哎呀我是不行不行，你不行你不行，你在那里干嘛，你不行你掌这个舵，这个神就气死了，就给你搞糟了。所以搞那我就不干了，不干。所以神又心也不忍，好了好了，怜悯。所以这个教会就持续不填了，就因为我们不够了解这个掌舵的地位的重要，这个怎么办呢？因为我们劝他来这里掌舵，他都觉得是他给我面子了，给我们面子了。
但是这个全教会神这个宇宙的经纶啊，就给他们生了，他们又不求进取啊，不求这个东西。所以每一次这个薄饼啊，以前我们学的在薄饼聚会啊，来这个流程里干合适的提诗歌，但是在这只有少数的弟兄在分区里面，我们是在那里带头的，大部分都不是，我们都是花的。你会懂，但是他的乱搞一下，结果搞得都这个船的方向就走不到那个目的啊。所以求主怜悯他，我们这个都要看见主给我们托付。我们说从事的这个，这不是一个人家退休没有事儿干了，这聊一聊一这个好像这个混日子一样的。我们在这里真是从事所神圣的托付啊，宇宙的这个意义，人生意义就在这里。哦，这个如果真的这个薄饼聚会满了神的灵，满了生命的亮光的照耀，摸着神的爱，众人被他神的爱陶醉了，正像那个平安祭那一种的情形呢，在主的宴席上的这一种情形，天使天君也巴不得来看了，来参与来看这个东西了。所以，我们必须了解这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们的操练都要学。那我们只好，就是看了他们也许搞错了，我们就看看怎么来弥补。因为如果我们不用力，他们这个努力把这个舵也对，也搞对了，但是船不能往前啊，船要往前必须你也努力，他也努力，加上舵啊，这个船就走得好了。所以这个东西是我们实在看到这个是很重要的这样的事。那么这个末了，那么到了第七点，信息完成，它不叫申言完成，因为申言就是信息，信息就是申言，但是申言是申言稿，但是从主领受的恩典，他这一个有负担有发表，把它讲出来一篇的信息，就成了一个 message， 就是一篇的信息了。所以到这个时候就可以来讲出去了。所以我们不说这个申言稿完成，它另外其实就是这一个申言稿就完成。那么在这个如果我们讲的是有灵感，能够扣人心弦，能够叫人家打到心里面不会忘记，你这个声音就能够成为神的代言，那就是非常的宝贝。如果我们各个弟兄姊妹在花莲教会里面聚会，各个都是能够达到这个地步，你看我们花莲教会有多丰富啊，多喜乐，多有能力，那个见证多刚强。所以求主怜悯了，那么所以在第七这个信息完成里面，就把这个整个前面的那些点呢，都凑起来成了一个说明，大家念一下也就可以了。